test drive Mazda 6， 昨天打电话来 make appointment 的。可是我们今天要下班了，我只是要打电话，还是我在那边等时间。不行，我没时间，我明天要去另外一间车行。阿明，今天下午开车来那一家银光厂换了表，看一下。哦，哎，四爷，先出来现在有个promotion，full spec， 后面呢，你做把这车上去，免头期3年去service。I mean, 拿计算机给我。 Road tax, registration fee, 车牌全部给你，全部算到，最后都不到120千。我只是要来 test drive 而已。 你走了几家车行？为什么就是不给我 Mazda 6？ 不是不给你，我的员工跟我说，你已经来 test 过3次。来，我带你去车行看车。阿妹，等下走的时候到门票上锁。 昨天、前天、上个礼拜不是都已经test了吗？test了几天耶。
好啊，要退就不要跟来。Yeah! 你到底是谁啊？浪费我时间。亲爱的，上车喽！这辆不是马自达。不重要啦，什么车都是一样的。